小孩也是一条生命啊，如果残害生命可是要下阿鼻地狱的。不过老爷交代的事儿又不能不办。嗯，怎么办呢？我看就把小孩随便扔在那儿，让狼吃了吧。哎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哦，哎，放在这儿。你们这两个家伙也太过分了吧，怎么可以胡乱的把婴儿丢在这儿呢？哼，不好好教训教训你们，不知道我兔奶奶的厉害。你干嘛打我？我哪里打过你了？见鬼了。我说了没打你，打我干嘛？我又没打你。这会不会是告诉你，我最怕那个了，你怕不怕？怕怕怕。我问你们呀，你们刚才是不是丢了什么东西呀？没有，还敢说没有？是我们家孙少爷，是老爷让我们丢的，不关我们事儿，真的不关我们的事儿。好好的一个孩子，为什么要把他丢了？多可怜呐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家小姐已经守寡，却又和别的男人来往，我们家老爷。认为这个孩子是野种，所以没我们丢掉，真的不关我们的事儿。那你们家小姐呢？已经被老爷。